哦，漂亮！中打和火烧上面的能力相当强。嗯，哎，因为他在全会好像跟这个特别的好，相对来讲还比较凶一些。对，因为数就多一点，所以在火烧上。 跟孙明阳，我觉得他俩配的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熟。那两个人，而且于子阳可能就像你说的，可能双打跟火烧挺好，因为他毕竟，嗯，机会，走。 可能也是球，但是新球台的人。哦，第一局可能说，不啊，和这个对球的理解来说的话，你像这个两个右手，他们两个右手的衔接，嗯，哦，少一些。就比如说是对像那种，陈梦还是上来球中相持还是很那个过关的。你看，就这种球台还是垃圾。 所以就，对，如果需要形成这样的局面，我觉得就一盘可能老练就好一点。有的时候使上劲儿了，可能是转，使不上劲可能是不转。明白。这个双打跟混双在还得是前三板上稍微的，会给下一个人造成很大的威胁。对，比较果断。 机会。于子阳他主要打法是打前三板的，嗯，哎，正常。 两边非常均衡，好球，得到了一点节奏。哇，漂亮！感觉是居高临下的去这么往上压着打。对，而且他个高到固台的范围也比较大，你看他基本不太动，我们打不穿的。 其实也不是，我觉得更采我那里成熟的技术。对，漂亮，漂亮，1-2，大家把球打得越简单越好。哦。 扔过去那种感觉，对，特别有趣，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，也来一个进，有了，越简单越好，对，打到自己手上。 觉得应该怎么样？怎么布置？一定是在前三板上有点打的太，感觉显得特别好。嗯，因为孙明阳明显，因为现在他孙明阳跟于子阳所有的节奏都是跟着马龙跟陈梦走，你看，是，在前面来去打压制，所以说。
包括他这个动作框架和动作结构，拉球的感觉。欣赏的，欣赏的。其实都是平时一点一练出来的。摸什么？这都是还是是日复一日的，然后坚定自己这个基础的风格。对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关系。我听他们说这个一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身高在这儿。嗯。再一个，因为旋转在女性里边就是比较稍微的比正常的选手能高一点。给别人缓气的机会了。对，但这个对、对，心里的。你看，什么都有了，有了。马龙在混双里边还是无畏失误很少啊。嗯。撒网，四比零。你看，我操！本场赛点。嗯。这怎么回事？11-5，不是10-5。裁判以为是擦网吗？都停了。哇！6-10。哎呦，漂亮，漂亮！哎呀，这反了，他是反了，这真有输，他是反了，所以陈梦跟马龙还是3-1，就是战胜了孙明阳跟。